些蛋糕啊、面包什么的，这些我从来以前都没想过啊，我原来还能可以干这些。我发现我自己啊，原来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我来这已经有四年了，然后我在这主要就是做蛋糕。在世人看来啊，就觉得哎呀，你怎么可以送货啊？其实这是神用你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你所能够承受的那个范围以内，他不会说，送货就让你送一大卡车的那种。就外面人就觉得我们的身体不便，做不了蛋糕，但是这里面的人就觉得你能做，而且你做的还要比外面的好什么的，然后你做的东西别人吃了后就觉得好吃。药房四年了，主要做巧克力蛋糕、pecan pie， cinnamon roll， 有时候出去送货，还有买东西吧，还有卖蛋糕。我从2007年的时候面包房创立，我就开始在这工作了。我在这做会计啊、翻译，还有和客户联系，去接订单，还做管理。我在这个面包房呢，也就是看到了神真的是给了我一个恩典，就是在处理每个人关系的时候，他也能够让我去有一个忍耐的心，也能够去先想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才去做，真的是让我能够去冷静的去安排这些事情。虽然有时候很难吧，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难做这个事，就自己祷告的时候就求神给我力量，然后但他还是让我做到了。有时候他们之间吵架呀什么的，都是需要我在当中去缓解。小时候在那个福利院的时候，只想过希望能够自己有一天能站起来，没有想过做这么多事情。然后但是神他把我放在这个地方，让我有这样的工作，对别人也是一种祝福。我那时候觉得是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，然后觉得自己这个病情啊肯定也好不了了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失去了信心。也看到了别人总是嫌弃我这个那个，但是神他却安慰我的心，他在我心里一直的去鼓励我，让我去克服这些，让我真的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。对生活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首歌，就叫做《生命的执着》，真的是让我看到了，其实我们在这世上不用在乎别人，而是在乎神，去把自己的眼光放在神那里。神他是我们一生要追随的。我在赞美敬拜的时候，感觉，神他就在我身边，然后他通过圣经啊，通过赞美诗，都让我能够去鼓励我自己吧，然后也给了我安慰。
其实有的时候爱是一种感激，争吵之后有的时候就是不解释，就好好的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然后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为沈家做事。现在在帮助非洲的那几个孩子，我们挣那些钱，一是帮着这个家里的孩子做手术，第二就是帮助他们。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只看眼前的这一切，然后也让世界上的人知道，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，都应该去坚强的度过，去找出那生活中的精彩。不管我们在这地上受多少的苦，但我们在天上是享福的。我叫新月，我很感恩因为生命当中遇见了你。我叫诗诗，我很感恩因为他给我一颗坚强的心。我叫文生，我很感恩因为在他里面我凡事都有盼望。我叫洋洋，我很感恩因为他赐给我力量。我叫小青，我很感恩因为他使我有了一个家。我叫朝阳，然后是我很感恩因为他的爱像阳光一样温暖。我叫魏青，我很感恩因为他从没撇弃我。我叫小花，我很感恩因为他从没离开过我。我叫丽斌，我很感恩他因为他随时帮助。我叫杨文文，我很感恩因为他给我了自信。我叫琪琪，我很感恩虽然我有很多缺点，但是他视我如珍宝。我叫小菊，我很感恩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爱我的神，他一直会与我同行，不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、悲伤的时候、无奈的时候、失望的时候，他都是我一生一世所依靠的天父。我知道他爱我们，他愿意一生一世帮助我们。